逃狱是每一个生发难的必修课。那小紫姐姐你是怎么进监狱的呢？怎么进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怎么出去。そうですね。开局直接走墙上的管道，然后进入通风口，前面是一个简单的爆炸的小房间。按下按钮召唤乐石。什么年代啊，还在用传统陷阱，又是一段通风管道。掉落到食堂里，还好现在不是干饭时间，不然我这直接自投罗网。前面好像有只小青蛙在和咱们打招呼。Hello， 你我就是警察。还好那青蛙爬不上来，又是一段管道。不过我已经能闻到出口的芳香了。最里面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别犹豫了，跳下去吧，很脏，但是狗命要紧。不是，谁这么能尿啊？滔滔不绝。算了算了，厕所下面总该是岩浆池。为什么要把厕所盖在岩浆池上面啊？虽然是岩浆池，不过没什么难度。木桥和陷阱池轻轻松松就能过。真正危险的是这个巨大棒棒糖。我来。你们监狱为了防越狱真是煞费苦心了。走了一会儿后，又是一个大棒棒糖，我们接着躲到凹槽里。前面需要先去触发左边的按钮，才能启动右边的升降机。 Hello， 怎么这里还有青蛙？果娃娃走得很慢，咱们完全可以青蛙绕住，先把它往外面勾引一下，然后一个翻滚绕过它，打开开关。凉快凉快。好呀，终于可以坐升降机离开这里了，再见了妮妮。